最瘀的事情就是我小個做 part time model 的時候，就有一次行 show 啦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個時代廣場對面嗰時有間 Joyce 啦，咁咧嗰度有個大玻璃嘅門噶喎，咁咧嗰時細個懵下懵下又緊張啦，咁放飯咁就成班 model 行出去，咁我就行先嘅，走走唔切嗰只，跟住一撞咗落塊玻璃度，砰一聲，我係盲中中見唔到塊玻璃，因為嗰塊玻璃抹得太乾淨啦，實在就係食完飯仲要對住佢哋先慘啊嘛。系啊，我真系嗰次真系太懦啦，懦到，所以呢下真系我人生中堪称最懦嘅事件，系啦。